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我们今天的主角李秀鸞师姊，她少年结婚的时阵，并无真介意她的先生。但是伊的先生是一个好翁婿，嘛真骨力，对伊嘛真体贴。想袂到后来先生却得到癌症，一礼拜就往生。这款的悲伤，师姊是要安怎去面对嘞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真高啊！我若破病，我这支脚拢伊甲我顾起，无我走会死啊！我著为了这支脚吼，才甲伊复活起。一个开讲，一个碰面在开讲，啊，我就讲阿老呀，啊你假使你先死，你要怎么办？啊，要大啊，要烧的啦！啊，讲啊，我若大先死，我要甲伊用烧的。我讲袂使，你若甲伊用烧，我脚骨要甲你扭折扭折，我著摆脚就走袂去啊！你要搁甲烧的，吼，我著安尼讲。啊！你那讲七讲八讲，讲一代生死，生死生赢生福气啊！看到伤会伤人，啊！那做鸡啦，啊拜啦，啊都跟妈妈的啦，啊哭哭。啊！你若要死，你就安尼，那安尼你先行，你安尼放我安尼一个，就甲他过。2002年，秀鸞师姊的先生忽然间倒下，断院一礼拜，都因为胃癌来往生。先生离开了后，伊甲囡仔因断袂关系，所以变成家己一个人住。这几年来，生活大细项代志拢爱靠家己，身躯边无伴会当依靠，伊才发现先生对伊偌好，想要珍惜，嘛已经袂赴啊。自己睏，自己食，自己拼，无也有人啊。去医院嘛是安尼同款，惯势啊啦。惊讲跋倒啦吼，也算讲无人吼，也死毋知影啦。安尼啦，啊无其他我无伫烦恼。我拢睏外口，伊拢睏内底。惊我寒，惊我啥物啊，拢嘛买。啊，我枕头嘛甲捡起来，捡起来睏。这枕头嘛，伊个我嘛甲捡起来睏。我袂去戏耍啦，过活六十一年啊！你讲破去啊，我嘛甲捡起，捡起睏了看。伊拢较爱睏这垫的啦，较凉，热天较凉。安尼，我拢藏条的。啊，如安那爱看就甲看，爱看就甲看，甲扎条爱看就看。啊，毋是啊，若艰苦啊啥，甲摕过老，甲叫一个啊，啊叫老的啊，安尼安尼啊，甲叫一个啊。啊，讲我要睏啊啦。安尼啊，啊人就甲死啊！要安怎讲？搁想，想我袂转来啊啦，哈，是真好啦。我若艰苦吼，也拢安尼先直直，直直吼，若要坐电话啊，来要坐，忝到讲啊，互我休两工啊吼，休两工啊，莫去坐。电话来，我要经过去坐，啊伊就讲。他不做了，啊！我就赶紧我爸个电话，搁甲抢啦。我要做，我要做，安尼。甲因查某囝讲，我敢若烦恼我安尼，烦恼我一支脚啦，啊，目睭啊，手术啦，无方便啦。啊，叫遐囡仔着较照顾个，安尼啦。啊，靠讲安尼生好个人，敢若予伊目睭加去啊。哎呀，啊，无啦，伊身体搞拢搞顾，我身体无用呢，拢伊搞顾。迄资金拢嘛伊买呢，嘿，拢伊买个。这张第一回，哦，就是耶。这张第一回，去翕是安怎样啊？再去翕，阮老在土上啦，
我讲那就妥相啦，爱爱人好你就好啊，那就妥相。啊，啊，拄啊在延平北路遐遐，因爸国泰嘛，国泰有遐有一个有电影嘛，啊去遐翕。啊，伊就妥相要看，朋友要看，看会好啊歹啊，拢会安尼啊，对无？啊，即张我，阮老翁啊，我迄阵啊35岁，甲要甲上下分拢煮好好个啦。嗯，我干那衫爱穿，爱穿真侪，啊，我无食无要紧，嘿，讲真假。啊，即、這个我一只，嘿啊，我着换顶头，嘿，即、這个换顶头。啊，换顶头啊无人啊，才来捡两盘。哦。嘿，倒捡两盘，啊，家属啊，即拢囥在遮。我伫7岁去学的，35岁就换顶头啊。啊，迄阵也无钱啊，共洗衫。啊，去共掠鱼柳打水，一斤三四个囡仔要食。伊迄阵啊，出较少钱啊，300块安尼啊。啊，是阮大家啊看佮意，伊就讲看中好。啊，第二啊，我就爱嫁伊啊。我嘛走呢，头前哦送定，后壁佮溜走呢。我借外头溜的你个。师姐出世无几个月，都分了养母饲。伊自细汉就真无自由，啥物代志拢爱听养母的话，不但袂当读册，爱去趁钱照顾厝内，连结婚嘛是养母做主。嫁予一个家己无佮意，阁大个16岁外省人，予人笑伊嫁老翁。想袂到这个翁婿尊重伊，信任伊，阁用心照顾囡仔佮养母，予伊当专心去办道。我那都嫁你只老，有啦，头仔咱拢会安尼计较啦，啊嫁落就好啊，是我较歹啦，咱讲我较歹啦，我安那若较歹，我着物件若摕多吼，啊无甲我斗，我三楼啊，我摕到楼脚吼，我拢爱叫电铃爱试啊，叫伊去甲我斗摕，啊伊若慢一脚步，若无去甲我摕，我会计歹，爱乖乖乖啦。79年，我伫遐办桌。哦。我着拢。一个位也得洗啦，拢一个位。啊，叫公车甲你弄着就对了。哦，这拢挂甲规空，这无，这拢挂甲安尼了嘛。啊，再搁葱皮来包，这粒是砖头武功的吧？哦。这粒是砖头武功的吧？哦。就乌啊，咱就嘛唔知影，啊就石锅烤到这，老伙仔在搞，咱嘛唔知影。哦。你阵啊想要死哦。其实他那一次受伤，其实是运气真的很不好。他为了补那个组织，就切大拇指去补那个组织，不够又要切大腿的肉来补那个伤口。我爸爸那时候几乎就是除了上班的时间之外，他都一直都陪伴他。我所有的我妈妈的事情都是我爸爸都不假手他，都完全由他一个人做，吃饭啊，喂他吃饭啊。然后洗澡啦、上厕所什么的，他没有让我妈妈下床。我爸爸最常说的是不用我来就好，因为他是我太太。之前他可能还没有感觉说，其实他是蛮依赖我爸爸啊。所以等到失去的时候，哎，发现他本来后面有人会去帮他收拾，或者会帮他在后面支持他什么的，默默支持他。可是那些力量完全都没有了。所以他可能就是顿失所依吧，所以自己心里也会很彷徨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就找不到人生的目标，所以那时候就很失智这样。我今晚就爱提车。来从那边仔坐，我爱坐车。一天我哪拖三抓嘞？较早苏姐看电视报苏姐在做环保，伊嘛想要做好代志，哪有闲就加减捡苏姐。差不多在8年前，苏姐结石大愈，连续发烧几日间，伊才体悟到，即马无先生照顾，身体好歹拢爱靠家己，所以就发愿。若是出院，就要认真做环保。后来伊病好啊，真正逐天出来再回收，
生活有重心，伊嘛袂阁再悲伤啊。哦，感谢感谢。你第一趟到倒来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，给你收啦。哦，还要看啥？哈？阿仔，我也袂晓的呀。你还收七年啊呢？他不会咬的。好，谢谢。弄嘛家好话，无我会。头家，头家，你若是要给我准备。啊，无做神书嘛？哎，是是。足久啊呢？七年啊。七年啊哟。嘿。哎，对啊。七年啊。啊，你看伊有认真无？有哦，足认真的。对。怎么讲？咦？大家来收呢，嘿啊！去年啊，大家来收阿仁受伤嘛来，嘿啊，受伤嘛来，嘿啊！伊若正常受伤的时候，拢会家退啊。啊，伊拢会家退。伊坚持，我不爱用退。行钱的时候，伊就爱家己来收啊，那就无大啊。因，那有认真无？啊，我若脚骨痛吼，啊，疼吼，因要家退去，我拢安拜拜，啊，就家己退去。有啦，这囡仔真疼我啦，连因老爸嘛足疼我，啊，捡根本只头壳会清醒。啊！无我定来叫我房间啊，来个洗楼，个洗地，对无？哦，真麻烦。哦，伊哦，伊足拍拼的哦，安尼脚咧拜拜拜，伊哦嘛拜来啊，牙乖啊牙乖啊嘛来啊，哦，伊句脚疼的时候，讲叫我去载，啊伊惊我讲唔行伊，啊惊我讲唔行伊啊，啊我讲你若脚好的时候，我都行你啊啦，你爱载你去载，伊就只卖遐一寡，啊伊迄。伊个嘛真好，人拢捡起咯。再跟，伊甲囥个遐去，啊伊才叫伊载。啊就敢若特工队个啊，特工队啊，每天都有东西都一直拿一直拿。较早吼，伫厝闲闲就是看电视，互电视看啦。啊爱困爱困啦，啊啊眠了食都足济粒个。哎，六七粒，啊即摆剩几粒？三四粒。哦，安尼，这样就差很多了啊。即摆伊家个店嘛，互摕去吼，伊就无底摕啦，安尼。困到家白白食啦。笑面足济哦，伊阵仔是为钱，啊即摆为了较舒服行。95年。啊，我是运动来才看到这块青牌啊，啊无我拢摕去代管啦。系啊。嘿，啊，我来家己爱做啊。对啊，伊就讲伊好煞济，啊有影好真济，迄阵啊连担都无啥敢担。两支拐啊，摕掉咯，安尼，差得济啊，好真济啊啦。就妈妈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偶尔来帮帮忙。就只要我假日许可，或者妈妈已经提前跟我说的话，我就安排时间过来帮帮忙这样。因为我爸爸刚去世的前两年，我妈妈是走不出伤痛，她真的是足不出户。他整天就躺在病床上，然后就懒洋洋的，什么都不想动。然后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，哎，这刺激站，他可以做一点事。就是像上文说的，他真的是欢喜做，因为他终于从这里面找到他的方向了。要不然他之前，他觉得他人生已经没有目标了，所以他现在的人生的目标就是
能做一天算一天啊，就能多收一趟多一趟这样子。我们有时候看到人不太舒服，我们说啊，那你今天就不要去收了。他说不行啊，不收，等一下被人家收走。他很怕人家把他的东西收走这样。我们是蛮开心的，他能够这样走出来，然后现在变成，这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妈妈，就是很开朗，然后勤快。其实这才是我们原来的妈妈的样子。谢谢你哦，真感谢。啊，就捡环保，啊，就家己个头脑才会清醒啊。按到无，咱家己就爱煮，家己就爱较干活啊，就爱出啊，啊，就脚骨啊，当啊想啊见效啊。你差不多两三年，拢踮咧房间，无爱出。啊，囡仔转来，我嘛无爱甲伊讲话。你还你，啊，我还我，啊，我煮煮互恁食，点点啊食安尼。较袂讲甲人安尼开讲，啊，好啊，决心。买米的面，买米的厝啊，决心来收这啊。你阿过头哦？阿未哭，你当要干嘛？就来哭。我袂骂你。我都无代无主，你干嘛要呢？我袂骂你哭。嗯。你若因拜，你若拜，我唔敢讲。本身嘛是敢从退烧药啊食食。对啊。啊，你甲这听，叫做退烧药啊，就无效。我即马还佫剩三包，摕一礼拜。晚上你假如要再吃饭，拿弟弟。阿娘几点钟回来？你们十点半。好，到几？你是几点起来做菜？九点半。阿妈讲说九点半。啊，煮饭都很简单呐，简单来看经。来啦，来亲啦。阿弟，这边我跟你讲啊。阿姐是要做几个人呀？今日减一个无等，减两个无等啊，很顺十五个。本来拢一礼拜等啊一届嘛，啊我就讲啊，我拢规矩咱食菜，讲你两礼拜等啊一届就好，较免安定啊水。啊我更多拢跟买，你若十五块多，啊买十五番菜啊，一块多一番菜，拢跟买，哎拢加早起现场，而且大家拢熟悉。啊，你搁坐坐起，坐起啊。你这样是放啥？我这放多子啊，放多子啊。你哪拢无蛋掉？啊，要咱蛋掉，啊，我会用的物件要蛋掉，啊蛋啊，咱到四五季了呢。这拢新鲜啊，你有看？几十年拢新鲜啊，你有看？人工做呢，也要管师傅，也要管小工。咱因拜艰苦啊，要食一块猪肉，乱拍。光拍碎皮，红染碎皮，啊！但我讲，我老后通食，别人也有通食，拢食个饱。我觉得妈妈最辛苦的那段时间，应该是在我国中到高中那一段，可能也因为口碑有做起来。我记得曾经有过一次就要到五六十桌，那以一个女人家来讲，真的是一个很重的负担，所以。再加上他之前要准备，就如同我刚才有提到，一整个晚上就大概没有睡觉的机会，就是开始要准备所有的料理，然后给隔天使用。他其实所言所行，基本上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回来。明明希望你回来，但是他又故意叫你不要回来。那我们硬要回来呢，他又会表现有点不高兴的样子。妈妈的个性算是很强硬的，她如果有任何的苦，她会往自己的肚里吞。她年轻的时候不服输的个性，但是我希望，既然已经到了七十岁这个年纪，她这个不服输的个性，希望能够开始要学着怎么服输。我那孙子不到腰啊，几点？哇，十二点十分啊呢？哈，我搁一人菜啊，这甲拜拜啊出来，放只风啊。啊！去咧菜房去分。啊，吃饭吃饭了。嘿嘿，阿玲姐。加班了。只是说我们本来觉得说，我们回来不需要他那么大费周章的弄一些料什么的。对。后来想想也是，他的兴趣，让他会觉得回来弄菜给大家吃，
看到他吃得很愉快，我后来我就觉得他哎，就迁就他，他就嗯，这个广告，那阿妈煮的菜好不好吃？很好吃。我有一次跟妈妈去办桌，很早哦，五点多就出门了，快六点就出门了，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来，就一整天。先洗碗啊。我母亲的个性很独立，那我父亲又比较宠着她，所以基本上就比较不会限制她。可是对她是比较无微不至的照顾了。等到一个人像这样的人不见了之后呢，你会突然间觉得旁边就少了一样东西。每个月都上山去看我父亲，所以基本上我不希望说他一直沉溺在这种悲伤的气氛里面走不出来。妈妈做环保的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是好事。那因为她身体不好，我劝她是尽力而为了。因为帮忙慈济做好事，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愿意这样来做。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他的职责，他路上走看到保特瓶他就捡，到哪里看到有可以回收的他就拖，他就捡，他完全不为别人的眼光。我们喊你小看，喊你小看，你行你的，我行我的。哎，那你讲的，我你要行好，哎，安尼啦。啊，我就行路较轻轻啊，我就手术目睭啦，哎，较紧。啊，行好，啊，等下跋倒，又搁跋倒，安尼啦。最后一句，我要你放心行啦，我会坚强起来啦。我都甲你斗阵就才坚强啊，你死我的，还搁较坚强起来。我是安尼在讲。哎，像我讲啊，人啊，咱阿妈无当过紧安尼。讲老无话老啦，六十岁这是一回事啊。我大汉老师也拢讲，妈妈啊，无你搁去找一个老伴啦。我哈，安尼责任拢无爱滴啊，要互伊担责任哦。我嘛会晓的呀，恁安心，我嘛会晓的呀。大家讲我真好命，啊，若好命有影好命，我家己一个在顾厝，你看顾迄两间厝，有影好命，艰苦无人在厝的，无地就是安尼。即嘛是孤单，是干那囡仔安尼生啦，无得厝安尼啦。摆下时间哦，我摆我正好摆。我几点要去家己收，我就几点要去收。我几点要来遐，我几点来遐。我一时一刻，我袂讲哦，你讲五分钟久啊，两分钟久，袂减的啦。你若讲啊，你半点钟久来，我免半点钟，我十五分钟久我就到啦。我才收，大家嘛安尼。阿弟啊，谢谢哈，啊，等下你甲我退去咧。知足哦，我真知足啊！子孙也有啊，我是完成讲，我若食老只囡仔，甲完成啦，安尼生顺顺利利。啊，我即摆是安尼欠棺材安尼啊，我也免收啊，我拢无啊，拢创好啊。我就一个红，一个四个写黄的，啊，我人红的写红字。上感恩的是讲安尼，我有幸福啦，只囡仔大家乖乖有幸福啦。啊，安尼先有听咱的话就好，莫甲咱大细声。啊，家己若较坚强的就好啊啦，对无？师姐讲，即马五个囡仔拢免伊烦恼，伊只要顾好家己的身体，逐工出来甲大家快乐做环保，安尼日子就真好过啊、哦！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哎，算了，我头拄仔买三粒才算，我搁这三粒不值。你搁提点少少。好啦，这我遐爱食，遐囡仔逐个拢转来，搁一粒，搁一粒。只喝水就可以。安那发毒，落去破病那发毒。阿妈感慨。还是可以吃点稀饭的、啊。食下肚。